自己走。没关系。调息，调息，调息，那边停。好走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腰腰。刚刚有点高了。你也是要练习一下哈，现在要练习，练拳用你的线椎练。啊，你们常常会疏忽掉，常常会疏忽掉。你现在练拳，啊，你们现在常常守不住剑椎。所以现在练拳，把注意力放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我不管我的拳怎么走，我是动，你看，剑椎带，你看，剑椎带你。移动剑椎带啊，下来，你看你用剑椎带的话啊，你用剑椎带就在这里，你不用剑椎带常常会在这里，就是用剑椎带，剑椎正到哪就到哪，起来，你看剑椎起来，起下剑椎带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起来，剑椎，你看剑椎拉，不然你会变成这样子，看不懂？剑椎带到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剑椎沉着，而不是这样子，剑椎就浮了，看不懂？你看剑椎带，剑椎绕圈，去注意它，剑椎拉住，看不懂？包括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剑椎往前走，剑椎，啊，你们现在练都要把你的拳啊，都要注意到剑椎的位置，
试试看用颈椎来带你。啊啊，你这个地方你看，颈椎带你，你的动作是在这里，你颈椎忘了，你是在这里，在这里跟在这里的差别，这里扶了，这里沉了，这里沉下去，听不懂啊？所以我们倒了通常都是因为颈椎没有守住，颈椎在动，颈椎在动。常常你们是迁就那个四肢颈椎跑掉了啊啊，所以这边比方他你看我颈椎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我这个转我守住我的颈椎是这个样子，守不住颈椎是这个样子，守不住颈椎是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颈椎在摆动，看不到。起来也是一样嘛，你看起来颈椎起来，而不是这样子起来，你看是颈椎拉着，看不到。颈椎下去，走，颈椎这开，颈椎有没有？走到这边，颈椎，看这个走，颈椎过来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再绕，更要守，守住它，不然你变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再飘了，啊，在这边开，走，去练习守住，走，不要拐，你看。啊，你就把颈椎当成是什么？颈椎好像那个钓鱼那个浮标，懂了吗？钓鱼那个浮标，它会晃嘛？可是下往下的那个都没动，往下的力量都没动，它会这样晃，它会这样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力量没有动，看不到。你也要有一个力量拉住那个浮标。你们常常做动作的时候忘了，它就浮了。啊，好，体会一下。